好。你会唱这首吗？他是谁？在这个充满感恩的季节里，一场由阳光城堡幼儿园全体师生所共同策划的音乐响宴即将盛大演出。现在就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一起来迎接今天晚上的节目表演。我的未来不是梦，未来这么大，而且啊到处都有惊喜哦。哇，其实呢，之前那个我也有去过东京迪士尼乐园，真的很好玩，尤其他那个游行的时候啊，超美超可爱的。但是呢，其实我在这边你去了之后，发现有一些地方啊，哎，我有不一样的发现哎，都好像都不太一样了，是我老了吗？没有，你不是才八岁啊？对对，我才八岁啊。一步在一场回家一场一路
孩子们真的是好很多。要站起来了。美国大军，哇塞！而且啊，不知道默默，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韩国服装也超特别的？而且啊，那个韩国的歌谣哈，听起来都让人家好放松哦，忍不住跟着欧巴跳起来喽！星星，接下来精神抖擞的美国大军要出场了，让我们一起欢迎英豪班。看这边，Yeah.
每一位小朋友手上所拿着的是象征母爱的康乃馨花，每一朵康乃馨花所要传达的是每一位宝贝对妈妈浓浓的孝心，以及他们现在心里面最想说的话就是祝福妈妈母亲节快乐。现在每一位老师请带领所有的小朋友把手上的康乃馨花献给我们阳光城堡每一位辛苦又伟大的妈妈，来，等一下，等一下。